现在呢已经抵达了马祖东吕的大埔村。我这次来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担任就是明年会开幕的艺术节的摄影志工，就一起来期待接下来的20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吧。我也挺期待的。对，比较窄的这一面先向我们，就是我们要赶它。这边比较宽。改比较少，这边比较窄，赶比较多。面棍是这样子啊，好像。往上面的时候才用力，赶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退下来。折的部分再看见。中间的地方下来。快到中间的地方退下来。到时候这边会成为一个厚度。好，差不多这么大啊。这个高丽菜切这个梗的时候呢，要切细，不能这样怎么包啊？大拇指跟食指掐起来，然后呢，大拇指不要动，大拇指不要动啊，只有食指动。你看，我只是转这个东西，我可以这样手会可以这样转，然后这边呢，线上来的时候就把它按下去。我抓只有抓这个皮一点点吗？不要抓太多，抓太多的话，到时候这上面会太厚。我只有抓边边，有没有？继续抓，抓的时候这边是不是有露出来？继续抓，然后包子要转一下，好像，这样会了吧？
上面一点，上面一点，上面一点，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
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